爸爸抱？有没有给？他是男生的爱抱，然后也像爸爸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你身上没有狗味。他不习惯坐，不是他不喜欢坐，他是不喜欢坐，他是喜欢抱。还是你身上有狗味？没有，他是喜欢抱，不喜欢坐。有的狗，你叫他坐着，他会坐着。你记得像爸爸吗 ，BB？ 喂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对啊，他在他现在有点情绪差。喂喂，哎、欸，老婆还有几分钟，我要来才艺表演。曲谱到底是自己去的还是被约谈？我要才艺表演，不想比啦，杰带你才艺表演。我们给所有的好朋友看。我觉得他出现就很奇怪了，廉政署哎、欸，港币来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对，他都在党部啊。对，好来，才艺，他有什么才艺？不是廉政署是办事，哎，做了，好的，你先不要做，因为你的才艺只有就你要先站着来。BB sit， 他也是党职啊。BB sit， 没有廉政署也不一定、啊。BB sit， 没有没有。BB 是办事府的，不一定不一定。那就 sit， 检察官，因为那就 sit。哇、你站得很挺哦！啊、哦，好可爱、哦。奶球 sit， 对啊。可是为什么他这个好像 key 上去的感觉？对，因为我们后面是后面有绿幕、绿幕啊。哦，来握手。哇，姐姐 shake hand， 姐姐 shake hand， BB， 姐姐 shake hand。这哪叫才艺啊？才艺就是他表演不听话，是不是？才艺就是表演不听话。不要让他感觉很茫然哎。你看，我觉得他蛮是蛮茫然的。对啊，他的表演是不听话。全世界都爱姐姐，那你姐姐心甘情愿。好像真的蛮茫然的。他的才艺就是不听指挥。好可爱哦。不过他应该还很年轻啊。对啊。OK OK， 采薇，你两分钟吧。好，好 OK。上课不要，两分钟要讲黄少廷哦。好，还要讲黄少廷。你可以自动把他延伸。